好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系统训练终极部分的第18小节，就是我们的下身带动上身。在很多球迷在打球的过程当中都是上身先走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稳，没有重心，而且的话击球稳定性、速度、力量、质量也出不来。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击球动作应该都是从下身开始带动的，就是下身先走到位，准备好动作，由下身带动上身。这个是一个框架错对错的问题。你要看框架好不好，就要关系到看你的发力机制啊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一节我们就学一下下身带动上身。那我们先不要球拍，不能要球拍去做挥拍。那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下身上。那我们下身一走，我们上身再来，预备，站好，那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只要手走一走就可以了。七，一定要是下身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下身。十九，先到位。二十，完了手慢点。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，这个是最后的动作，这是开始的动作。三十，好，我练一下反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拼慢的啊，预备，一、二，拿慢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